今日是八里山73周年，好朋友。今日是八里山73周年，我们来这个追思会，我们怀着沉重、肃穆的心情来这里参加。看到不公不义的这种状况，跳出来，领导武装革命，把陈串生先生、张志忠先生、王雪红串联起来，对不公不义的现象发动了武装冲突，被逮捕，然后被枪毙。各位亲爱的好朋友，刚才228追思会结束之后，我们回来看了录影带，的确有口误，因为专心在致辞的内容，所以这个口误我感觉到非常的抱歉。今日是八里山73周年，好朋友。今日是八里山73周年，我们来这个追思会，